37了呢，今年38，八个月，他那个时候都不会坐，也不会爬，差不多1岁半左右。然后那个时候诊断是肌肉萎缩症，医生那个时候说是他的岁数可能到30岁左右。他国小毕业以后，我们就全家出去玩嘛，不晓得为什么会肚子胀起来，就说胃穿孔。后来让他休息，后来就没有读了。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一个肌肉萎缩，所谓第二型的这样子 SMA。长时间的肌肉萎缩影响到他的骨骼发育，所以整个肢体挛缩的非常厉害。主要照顾者都是他妈妈，为了他的病情，其实是辞职在家里全职来照顾他。肢体的无力以外，可能吞咽就会出现一些障碍，那最严重的可能甚至影响到呼吸的肌肉，那他就会出现呼吸衰竭或是呼吸困难这样的问题。正压呼吸器，晚上睡觉的时候佩戴，那这样子可以帮助他度过晚上容易缺氧那一段危险期。长期扩张不良的肺叶容易蓄积一些痰啊，或甚至有一些细菌的入侵，容易造成肺炎的状态。大概每2到3个月会住一次院。那次急诊检查出来，他有一个卵巢的很大的水流，是卵巢肿瘤的一种。那因为他那时候的情况不适合开刀，所以我就给他送到妇产科病房啊治疗。那后来顺利出院了。他什么都是先斩后奏，人生小孩一样。他先生就是很诚恳的进来说，慧君怀孕了。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这种病人风险会很大，而且那个整个脊椎是侧弯的，然后再加上随着怀孕周数的话，她肚子会越来越大，不能承受这个负重的一个状况，那她的生活的话就会更加的困难。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是其实不是很赞成她的这个决定，因为我们也很担心说，万一她在这个过程要是受到感染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要在胎儿跟妈妈是不是？会严重到必须两者只能选一位，想说让叫他不要生，因为他身体也不是很好啊，再反对也没用，他们也是要生啊。他们当然是非常的焦虑，而且回归到医疗身上，就是说你拿什么保证说他一定可以安全过关？但是我提到说，我们普通的孕产妇，即使没有其他罕见疾病的，也是会面临生产的风险，并不是说慧君一定是比较高，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风险存在，所以我们就是去面对它、处理它。以前都关在家里，所以没有机会外出啊。然后认识那个协会，他就是帮助身障重度没办法出来的，然后走出来。一开始看到他就哇，这男生好高，然后很帅，对吧、啊？然后就会觉得想要认识他，就跟你讲。我觉得这男生不错，因为我以前都关在家里啊，都是在2楼没办法下楼，都要人家帮忙。他妈妈也抱不太动了，就是我很想要外出，然后他很想要帮我，我住院好了，然后就因为家人很累啊，然后就那你可以来陪我一下吗？然后他就会来陪我。兴趣就是帮助别人。慧君他一开始跟基金会接触，是因为他自己在推广自立生活。他从只能在家里，到他后来出国，然后到他跟几个朋友推动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也拥有自立生活的。他有参加合唱班，我们就看到他追求他的爱情，然后常常有一个贴心的男士在旁边协助他。他很喜欢用那个电动轮椅，罕见基金会去促成这一笔的这个捐款，这个电动轮椅
然后他很开心，他还曾经去冲绳玩啊，也寄给我一些他分享的一些。所以那一段时间他是非常快乐，因为从整个严重的肺炎到他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状态，当然爱情也是另外一个因素了哈。我觉得他先生那时候男朋友的照顾上，我想可以让他整个身心灵的状况都获得很好的控制。那我们更高兴听到一个他怀孕的一个消息。我们世俗的观念就觉得不可能吧，一定要冒这么大的险吗？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力的展现啊。我们从慧君身上看到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妈妈。那这中间就是遗传咨询，因为她是一个隐性遗传疾病，所以就先确认她的先生有没有这样子的带因。我们有先帮先生做那个抽血的脊髓基因检测，先排除先生没有带源。在第一次超音波就发现宝宝是有心跳的，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宝宝跟正常的夫妻的那个怀孕的宝宝的周数跟那个大小是 OK 的，然后也是在子宫上面有就是着床是非常成功，他们意志是非常坚定的。先生是告诉我说那个是上帝愿意赐给他们小孩，那他告诉我说因为有主的力量，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努力。慧君以前每一年都会有两三次的肺炎，可是她在怀孕期间竟然肺部的问题竟然几乎都没有发生，怀孕啊反而让她克服了一些身体的不适，所以我觉得她的身心是健康的，所以我们才会说那我们可以再继续走下去。那到生产的时候，我还记得妹妹进去大概12个小时，我们就在那个开刀房外面一直等一直等。那时候是我人生最煎熬的一个部分，因为慧君她不像普通妇科病人，我希望是快进快出，让她减少麻醉的这个风险。小孩先生出来交给小儿科，然后也把肿瘤拿掉了，所以我们就很开心的把那个伤口关起来。就到后面小孩出生了之后，他们就说小孩很健康，他还是带着氧气罩，我们就非常的高兴，跟他说你超级勇敢的，你生了一个孩子，而且小孩很健康。慧君就流下眼泪，我们知道母子均安，我们也蛮欣慰的。他在产后我们看到他脸色啦整个都丰腴了许多，所以我们觉得或许这个对他也带来还不错的一个影响。小朋友的部分生出来很健康，2000多公克，然后是个男宝宝，然后那个小儿科都觉得检查都没有问题，因为有生小孩的喜悦，然后好像把他们周边的一些生理上的不适都降到最低，他们结合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他们的心力就是守着那个家，守着那个彩券行，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他们两个都已经有相信彼此可以把这件事就是养育下一代做好。那时候我才觉得说什么是爱，因为光是他把他轻轻地抱起来，然后移到手术台上，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觉得说这是爱，这是爱的力量，才可以让产妇从一个床很轻巧地移到另外一个床。一般的世俗观念就是你就是罕见疾病，你就是不能再生小孩，或者是你们不要再遗传下去了，所以呢有这些标签对他们讲是压力。那遗传咨询的工作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把很深色的科学知识传递给我们罕病的家庭，那这中间就是需要经过他们可以了解的语言，那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疾病是什么，他们的遗传模式是什么，那他们再生下一胎的几率是什么，然后他们要做什么样子的准备，那他们要做什么检查，然后检查的费用都是由基金会来协助的。我们追踪了这十几年来，我们协助了大概500多个罕见疾病家庭。他其实很不甘于他这样的状态，他一直想要突破。我其实是很佩服他的啦，因为一般我们人如果从小就是这样子种种的不便，大概很容易就会自怨自艾，或者是对人生不抱任何期待。我是静怡的妈妈，然后也是他们两个小孩的妈妈，雅思跟恩内的妈妈。静怡4个月的时候就发觉她怎么脖子都不会硬，然后非常好顾，吃饱睡，睡饱吃，然后哭笑什么都很少。
然后才去台大做脑脊髓液，就确诊说他是 AADC。ADC 它其实就是一个酵素的缩写。那静怡这样子的个案，它是因为先天缺乏了这个酵素，它没有办法产生神经传导物质，会有发展迟缓、动作的障碍，还有一些自律神经方面的问题。每两三天的时候大概会发作一次，它会有定时的一个眼睛不自主的上扬，会有很严重的那个牙关紧闭，甚至于说会把自己的舌头咬破这样子的状况。因为他们的肌肉张力的异常，严重的个案是根本不会有头部控制的，更不用说他们会自己坐或者是走路的。平均来讲，他们大概是在5岁、6岁前后就会走掉。那走掉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肺炎啊，或者是呼吸衰竭这些事情。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难过，就是觉得怎么可能是我嘛，然后那时候就有一阵子低潮，就几乎每天哭啊，对，然后就觉得他也是跟着我的情绪影响，他也是几乎每天都是一直哭闹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想说不行，为了小孩我要乐观，然后我就一直笑，然后他可能也感觉到我，所以我就觉得他一直很爱笑，他现在到现在开始也是都非常爱笑。过了大概半年的时候，然后就只想说就是好好带他这样子。一开始只要我们有人推着他走，他的脚就会蜷起来，但是一样几次之后，他就知道在这个上面其实是要靠一步一步的踩地跨步踩地跨步才能够往前进。以前就完全都不走，带动他可以慢慢自己这样脚跨步，希望他可以有，就是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他有步行的能力。其实这样子对主要照顾者来说都能够减少他们在照顾上面的一些负担。 ADC 缺乏症这一种呢，它算是体染色体隐性遗传的模式。如果说双方都有这种隐性带因的情况之下，每一个小朋友会有1/4的机会。其实那时候很怕，对，然后我就想说韩病它有一个关怀资讯，对，就是我验羊膜穿刺的时候它可以补助我这样子，就去做了这个羊膜穿刺。因为姐姐有 ADC 这个基因，然后所以她就是会加强去这个项目，然后检查出来他们都没有，就是确定她是健康的。如果就是羊膜穿刺出现异常的话，可能也不会生。经过我们这样十几年的追踪，大概有85%个家庭都可以生出健康的小孩，都是有另外一个小弟弟小妹妹的诞生。那小弟弟小妹妹诞生，其实对这个家庭是很正面、阳光的，充满希望的。对于我们罕病的病友，他也有很可爱的手足弟弟妹妹可以跟他一起成长，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尤其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帮忙去宣导，也就是这样子的遗传疾病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样的命定的一个错误，这些人的出生其实就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发生，那对于我们人类的整体未来来讲，我们会有更多可以研究的机会去提供他们更好的一个未来。就已经很感谢，因为他是从以前是从一个完全你跟他讲任何事他都不会回答你的一个人，然后到现在你就是跟他讲一个口令他可以做到，你就觉得那个满意是没有办法讲。那两个正常的都很好，阿公阿嬷很疼他们啊，小孩子真的是很天真，他们就是也都会跟静怡玩啊，处处让着静怡，就感觉感觉很欣慰啊。像罕病基金会啊，像胡医师啊，还有信路的老师，我觉得一路走来，只要我们有任何问题，他们都会帮我们解决这样子。你们喜欢姐姐吗？姊妹，
林慧君姐妹安息礼拜。最后慧君她就这样走了，真的让我们非常的不舍。她虽然嘴巴完全的不讲，可是我们的心里，她的心里都跟我们相互交集在一起。她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妈妈，她永远都不说，她永远把她心里的痛苦跟悲伤留给她自己。我会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生，还是可以四处去旅行，四处去看看，追求自己的梦想。她用自己的一个力气跟她的意志力去证明她还是可以拥有这些生活。